来这里，哎你，我让你们拿。真心有点流眼泪耶。感恩嘛。经书，有念珠，弘法不利，有的时候啊，要多讲讲道啊，讲讲弘法，让人家的道结打开，啊，有什么心里的孤独啊，打开，心里对道不了解的打开。这个可以放经书书卷，在下面，他书卷放在下面，哎，对，专门有一排，他有一排。还有一排经书，我看到了，好多，这个道场还不错，还把经书都拿出来摆在那里。有的道场拿拖拉客车把它运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道场不错。然后我就是大约三天前就碰到了这个，就突然间摆了一排珠子，就是要让人家诵经，诵经的书的。高远呢？这里还不错，还有经书摆在这里。对，摆在那个旁边了。看到那个拖拉机的车把经书全部给丢掉了，心里好痛啊！感谢菩萨保佑道场，让经书流畅，谢谢，感恩菩萨辛苦了，菩萨流眼泪了，因为现在有些道宗都毁掉了，把经书都毁掉了嘛，是不是又毁掉很多了？很可惜，菩萨呀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像这些人都要惩罚，让他得点教训，不然的话，他大胆大包天，怎么可以拿那个车子整车把经书运走丢掉？不是你这边，另外我看到的，所以这个要给他做梦托梦，或者给他惩罚，他不能把这个经书这么重要，大家的血汗钱。印的善珠怎么丢掉？一拖拉裤子车整个丢掉，当垃圾丢，这是不对的。让他做梦梦七天，让有流眼泪，对，看到这些行为都流眼泪了。感谢菩萨给他们教化吧，谢谢菩萨。来，先要小心哦，先要小心，先生。别给我洗脸，我来。他们吃了药，罪也不知道啊。我现在然后再小心。就稍微淋一点雨。啊，没关系，啊，淋一下。那一尊啊，左边我们左边看第二尊，西王瑶池金母大天尊，这边这个哈，对，北方水晶子大天尊，中央黄老大天尊，南方赤金子大天尊，东方木工大天尊。哦，你眼力这么好，看得到啊？哦，真好，这尊佛在笑，刚刚我都以为是王母娘娘，又是我堂主。笑出来了。
真的啊，你们俩很像，像像像像像哈！哦，你法眼，法眼，嗯，法眼，你修得好哦。嗯，谢谢。你们都是这样，不敢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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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法眼，法眼透至真，法眼才看出来。台湾是不爱现场，你看到处不见一个人佛，对不对？对，都好。他说，青龙就是四爪的，金龙就是五爪，五爪金龙，叫青龙。四爪，对，看那个青龙，是青龙。青龙一定要坐在那死缠呆缠，死缠呆缠呆坐在那里没有用。心乱也是没有打坐，心静不打坐。谢谢公子。好，再带，要往下走。往上走。可以走。三清的。三清道路，好吧，去拜。那我们就走。快，让这个做得多漂亮。真的是用心良苦啊，连这个地方都留声法语说，用心良苦啊。还好这个鱼像甘露一样的，细细的。哟，就这个。一个这个，金龟子，这叫什么？金龟子，请到。金龟子，先先到那个看我。不要不要，有点难抓，那个大神。金龟子，金龟子放在那个树里面去。谢谢，三清道主。原始天尊，道祖天尊，灵宝天尊，金碧辉煌，到台湾来就叫宝庙。你看每一个庙都做得非常好，什么玉清宫、上清宫，留下来死背都会忘记。所以台湾就是庙宫，云南仙岛。每一个都见证得很好，而且三教五道栽培心上帝，心经心经戒玄子信两中天，你还不简单呢、你在国外生长还能够看那么多字，一定都叫我去庙里头再注意两边的字，对，好，都蛮有意境的。以前都拜完就走。好，上香，谢谢师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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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，感恩爱，才能无量师道。对。
变出来的时候吼，啊，咱目睭不面向太阳公公，但是我们眼睛闭着，不是直接的去看它，我们是闭着，闭着。啊，刚刚曙光要见的时候，我们就深呼吸，恭请太阳神君，莫急，连体肉体，心态就啊，心灵就在，哦，提升地位，哦，啊，深呼吸以后，我们这个两极就往上一直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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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来已经通了，脚步已经通了，拉到最上面的时候啊，深呼吸，脚尖要垫高，一直往上拉，啊，不是你错了，这个是要往上，往上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脚尖往上，往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啊，慢慢放下来，慢慢吐气，慢慢吐气，再慢慢吐气。吐到这边来，吸气吐气，对，到这边来的时候就这样往心里这边顺畅的呼吸，呼吸以后再做第二次这样深呼吸，眼睛闭着深呼吸，脚尖垫高，捏高垫高，啊垫高以后就静止，静止憋气了，憋气憋的不能再憋的时候就慢慢放下来。慢慢放下来，放下来三处以后，我们就要蹲马步，蹲马步把所有的气这样排出来，把所有的气这样排出来。所有我们半信半疑以后，也可以平常也可以这样做，但是最好是太阳神经刚刚曙光一现的时候这样做。第一个精气神会很饱满，会很饱满，精神。整天都很活跃，而且外面的干扰磁场，外面不好的外物都不会。就是你有干扰这么多正气，它也对太阳神经加持的那一种太阳光的那种磁场，做到第三次完以后，就把所有的外气功的那个气排出去，蹲马步就把所有的气排出去。你看我在内殿里面，啊，挡衣。不做会我，我在那边一样蹲下来这样，结束大脑你就呢，跑到下面去了，都快摔死了。那边跟那边差十几公尺，就转一下跑上去，你就不要转了，很厉害。柱体有很多很多体的柱体。我也看，他开出来我就看，那种我都看不到，这白纸飞机谁都看，大鱼啊，大鱼，很大，先游客，不然我们走。你要说现在用心法，是如果心法自传呐，我可以给你心法自传。对啊，我也不会啊，我不会才好，我什么都会，那人家会什么？我们不会，让人家会，对不对？玉皇大帝嘛，对，我们玄冥宗，对，玄是观音。这两幅图呢，不要再看。